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庞，拍摄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这一张张平静面容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知在外打仗的亲人何时归的惆怅。日本その当時は天皇中心の思想を持ってた。日本の民、日本民族がね、日本民族は大和民族といって一番優秀な民族であると。本当はこの中では、しかし外面的にはね、外面的にはもう喜んでね、国のためだと、国のため、天皇のためというね。日本の外国へ侵略して出て行って、中国が一番違うけど、家を焼かれ、土地を取られ、そこにもそういう軍隊が押し寄せて侵略行為が、まあ、それに対して勝った勝ったって言う、しかし相手は土地三年目でもあって、ね、子供は親が死んだり。家がなくなったり、本当に かわいそうだ。まあ同時にそれはもう最後の方ではね、戦場だけではなくて国内もあちこちで爆撃されてたね、もう戦場の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だからね。だから国民みんなが戦争の犠牲になったわけだ。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一个看似柔美而彬彬有礼的国度，为什么具有大和民族优秀论、武力乃立国之基础等畸形的民族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和人性扭曲的武士道精神，又怎样支撑日本走上狂热的战争之路？为了探寻战争的真相，我们踏上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试图揭开那段给中日两国甚至世界都带来灾难的历史起因。それはもうそれはその広島長崎のね、広島の原爆を撮られたね、あのところにね、もうこの過ちは繰り返しませんという誓いの言葉が書かれてますよね。それは全く国民全体の気持ちであってね、ほらこういう誤ったね、間違った戦争なんか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してはいかんという気持ちから平和憲法を持ってね、これからもう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戦争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世界に誓って70年間ね、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尽くしてきたわけだよ。ね。だから、この道はね、もう国民の総意としてね、絶対に守っていかないからと。发展历史无数次证明，邪恶的侵略扩张之路终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毁灭。
战结束七十年来，为历史翻案、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企图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制定的战后和平国际秩序。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可谓是动作频频。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源头和发展脉络，将对世人有着十分重要的警醒作用。从这处叫二重桥的地方向里面望去，便是日本皇宫。二重桥外是日本天皇居所外的一片广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然而，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百年前这个广场的扩建，竟是为了纪念一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的胜利。日本の勝利のニュースは欧米列強の植民地となっていたアジアに衝撃を与え。这段拍摄1905年的纪录片记录下了那次战争结束后日本军队凯旋的场景。从士兵们昂首阔步的神情以及百姓的欢呼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日本人民那种因战争投机而带来的盲目狂热。从这国际上来讲，它可以说是成为了列强的实质上的一员了。的确，就是和这个英美法俄这种国家能平起平坐了。で、もっと極端に言うと。日本というのは神の国だみたいな感じでですね、戦争しても必ず勝つんだみたいな全く根拠のない一つの信念ですよね。こういうものが国民的常識において定着することの怖さですよね。位于旅顺的东机关山是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在旅顺修建的最坚固的一处堡垒，也是日俄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战场之一。为了抢夺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惨烈的战争。1904年，在东机关山北堡垒爆发了日俄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最终，俄军陆防总司令康特阿琴科被日军重炮炸死在堡垒指挥部。日本以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向世界宣告，他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已瞬间崛起成为能与西方抗衡的东方强国。
日本能走到这样的地步，和一位至今在近代东亚各国历史中都无法回避的人物紧密相关。他就是曾四次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随着日本举国欢庆战胜沙皇俄国的继续，以国家元老身份亲自指导日军与俄国作战的伊藤博文不会料到，此刻他的命运正发生着急剧的改变。纪念仪式背后正暗藏着一股将他推向死亡的力量，而这股力量也同时牵引着日本走向樱花般飘落的命运。位于北纬35度18分、东经139度40分的横须贺市，扼守东京湾入口。这里驻扎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各式舰艇，也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这个看似平静的海港，不仅有美国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也见证着日本对美国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1853年，美国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舰队靠武力敲开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大门。鉴于昔日的老师中国在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和自身实力的弱小，日本政府很快放弃了对美国舰队的抵抗。然而紧随而来的便是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仅仅半年，日本就流失了3年的财政收入，经济陷入崩溃。黑船就是敲他的门呢，知道了这个有一个强大的西洋在威胁着我，如果要是再跟中国一样在追求华夷秩序的话，日本人就会和这个中国一样走向这个半殖民地的这么一个道路。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决心变法求生。可是岛国日本的生存之路该怎么走呢？就在日本陷入迷茫之际，早年在英国留过洋、担任过日本外国事务局交涉员的伊藤博文等人向政府提出了建议。1871年11月12日，几十位日本高官满怀期待与不安，登上了一条航船。当时年仅30岁的伊藤博文就在这条船上。这是一幅闻名世界的日本名画《富岳36景》中的第一章。画中的海浪远远地压过了富士山，漂浮的木船在巨浪中艰难求生。这是日本由于地震等自然灾难频发而生存环境险恶的真实写照。当时伊藤博文他们的心境正如这幅画所描绘，这次远航他们就是要为内忧外患的日本找到一条风浪中的前行之路。第一个任务要递交国书，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修改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虽然有这条约，但是我们条约不平等，
希望我们该改成平等的。第三个任务呢，我再到海外看看去，海外到底是什么样的。然而事情并非像他们想的那样简单，美国是伊藤博文等人此行的第一站。虽然当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口只有11万，但不论是白宫还是国会大厦，与今天的华盛顿景象并无太大区别。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心脏，尽管美国人盛情款待了他们，但是一谈到协商修改不平等条约，美国人就闭口不提谈判的事情了。一说我要改正不平等条约，完全就被外国人拒绝了。你这种国家又没有实力，你现在你不是改条约的时候。这里是距离日本9600公里的英国伦敦，如今古老的建筑还留存着百年前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1872年，当伊藤博文他们的环球之旅访问团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当时的世界王者便给了日本一个下马威。由于日本的高官访问团之前在美国耽误了行程，当到达英国时已经错过了约定访问日期，英国便以日本不尊重别国为由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他就发现走到哪儿到哪儿碰钉子以后，就是这个他最重要的目的修改条约办不到了。这样他感到的什么呢，就是不修改条约是我们国家太软弱了，这样他就意识到了要富国强兵。伊藤博文和一些日本高官们也亲眼目睹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这一切让日本人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远远落后的日本究竟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呢？就在同一时刻，另外一个影响近代日本走向的军人出现了。这里是日本山口县秋市，在城市中间的广场上，有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军人塑像，他就是号称日本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山形有朋は明治国家において伊藤博文と並ぶ、まあ言ってみれば二大巨頭の一人ですね。伊藤博文は軍服を脱ぎます。背びれを通して。ところが山形は公衆の面前では軍服、そしてまあよくては紋付き袴という日本風の清掃をいたします。決して背びれを着たり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で彼は一回の実は突き槍、槍を持って、ある社会に貢献しようと思った下級武士の一人です。就在伊藤博文进行环球之旅的同时，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国内的近代化军事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种军事改革的核心就是奉行军事至上，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向国民灌输独武思想，对外大肆扩军备战，谋求世界霸权。
1871年，时任兵部大夫的山县有朋开始进入到了这场改革的前沿，并逐步成为打造日本新式陆军的关键人物。在他的手中，即将诞生一支给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是全世界都带来灾难的所谓日本皇军。で、そういう意味で彼は、元帥、大将、内閣総理大臣、枢密院議長など、すべての権力ポストを手に入れ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彼は自分は生まれながらにして、一生一階の部弁、つまり一階の武士である、侍である、そういう自己認識を常に口にします。早在伊藤博文他们进行环球之旅之前，1870年，山县有朋就已经完成了出访欧美、考察军事的行程。面对欧美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征服世界的生动教材，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和强盛，就必须要不顾一切代价地发展军事力量。而这种思想也正是当时的明治政府所迫切需要的。で、その山形的な思想は実は多くの軍人、あるいは多くの権力者に共有する、意識、思想だったわけですね。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山形はある意味では日本の権力者のこういうものを代表したシンボリックな人物です。1872年，在山县有朋的主张下，日本持续了几百年的武士兵役制度宣告结束。士兵不再由武士担当，而改在普通百姓中广泛招募。由此，日本军队规模迅速扩大。这时的山县有朋已经确立了要打造出一支像西方列强那样的饿狼之师。